那时耶稣对群众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，将来在天主的众天使前，人子也会承认他。但谁在人面前否认我，将来在天主的众天使前也会被否认。任何人说话攻击人子，还可得宽赦，但那亵渎圣神的人绝无宽赦。当人把你们押到会堂、官长或权贵面前，你们不必忧虑怎样辩护或该说什么，因为在那一刻，圣神会教给你们该说的话。